下面呢，我们给大家把这个第44个式子，就是小青打，它这个劲道的变化，给大家咱们讲一遍。沿龙锤接小青打，啊，地方呢，就我导演他弹我这个拳，啊，弹我这个。我借他这个力量，我是引开棚开他，棚开他呢，这儿棚开他，这儿打他，这掌用腕背也好，贴他也好，这个打他，然后呢，趁他不得劲往回撤的时候，我就合他，这个合上面合下边呢提膝，下边提膝，可以蹬他，上边合这个脚呢要打，为了上这个步先打开他，合住以后。这个脚往前打，可是蹬出去以后，然后呢加大棚底，就合开以后，蹬开那个腿也好，那个插进去也好，这儿合，这儿合的话，这个肘，左肘这个左肘的劲不要丢了，别管这个这么合，左肘这个加劲，这儿反拿他腕子，这儿反他左肘，这两手这儿合住，合住以后。加大棚劲，加大棚劲呢，实际上是走这个走，他肯定这时候，因为我蹬着他，他肯定这个脚头撤，他肯定要往撤，蹬他也好，插他也好，当然这也可以发他，也可以把他蹬出去发他，这合好以后，是吧？然后重心一右，我踢左腿，左膝，左脚，趁他往后，肯定就是他要往后撤这个腿，撤的时候我就手接下去。这个手切这个场上正好肋骨胯都可以打他就是完了以后这个开然后呢合住夹细上面再加棚劲加棚劲然后走刚才说踢这个脚出这个脚和这个左手切必须同时到位同步到位同时到位他如果身下沉了往上下底往下打，这个横切劲，这个脚蹬着，这是前面这个两个动作，然后切去以后，然后是加棚劲，他去继续往这走，加棚劲下踏，下踏注意这个肘又是蓬起来，不要回这个肘，这个肘是蓬起来，然后下踏，走这个双掌推他。推在底下，合着他以后推他。这个呢，这个推这个力量呢，大家注意，上面走的时候走上腹，引进来走上腹，然后下踏，腰胯一下踏，手一下踏，推的时候略走上腹，下而上，不要他们有些人呢就是这样推不对，就是这个劲又是这样的，沉下来以后。走一个下上搓着站一样又是个下踏外面两个虎口合住这是小心打合住以后推出去下边呢接这个抱头推山抱头推山呢是又对前又对后打前防后大家来看一下刚才我推的他肯定按我两个肘我推他肯定他接我这个劲儿把我这个推这个劲儿呢从这个上截断他实际上按我这个肘就是又是顺势接地借他按着这个力量看他哪边按着劲儿大这边按着劲儿大大家看一下我这儿他这边他肘按着劲儿大那么我这个肘呢就借他这个力量往回移这儿打出去这个棚开棚开这个肘这个肘打到这里打这都可以就是他按我肘借他按我这个肘现在棚起来了按我肘的时候呢肘往里合肘打穿就是又是这个三节制的运用的变化就是中节按我中节
中结礼合，稍结前进击，啊，所以这个大家注意这个圈子三结进啊，肩肘手，啊，肘中结按这儿打，那就用稍结打它，用稍结打它，这个中结呢引进来，一引一进，中结引，稍结打，啊，然后肯定赶紧趟这个圈，哎，那就他。那就稍些引了，这我左手引了，啊，左圈引他，哎呦，趟这个圈，我就回这个圈，回这个打出去，啊，就这两个进呢就是这样的，啊，中节引，稍节打，啊，这个呢是啊左手引，右手打，上引下进，啊，这是抱对战的前面两个动作，后边呢下面打前往往后边有情况。后边有人刚打发出去，后边有人按我肩，啊，按我肩，按我背，啊，又是折叠进，欲后先前，推的就不是刚才打这个进以后，啊，后头按我松沉腰胯松沉，一个是往前再引他一下，让他身子往前，让他的按的力量落空，落空以后，我就往回，这时候再往回转。这个段子大家注意这几个劲啊，一个是这个脚的半的劲，一个肩靠的劲，一个肘，一个拳，啊，所以说这几个劲一定要把它都配合好啊，腰胯旋转劲，啊，后脚的半劲，重心移至前面来，那重心是后半，然后肩肘拳，啊，左拳再合住两个拳。下面呢，就是过来以后，他抓住我两个臂，啊，转过两个腕子以后，两个小臂啊，啊，又是一引一进，啊，一化一打，这个圈是化打结合。你是不要跟他硬顶，硬顶的话就顶的不对，不是太劲儿，太劲儿他往这儿走，好，我就往这儿引他，啊，垫步转体，啊，手引。身子下沉，这是引过来，眼睛看他盯他，啊，他这落空了，啊，他推往这边就往这儿引落空了，他这儿空了，然后我碰他走走，这撑开又走走，扭又然后碰他走走走，所以看见他抓我两个臂，抓两个臂就会合他，啊，上边合，下边提膝，又是一个蹬，啊，这个叫盖步，又是一个蹬。啊，蹬着他肯定是推往后撤，撤了以后，我这个脚绕以后，我再给他一脚，再推出去，啊，再推出去。当然这时候啊是这个合好以后呢，这腕子呢，啊，他这个肘呢可以去拿他，这是可以拿他，啊，然后呢这个先踢左腿，盖步，然后再插步，啊，再推出去。这个动作呢跟小心打呢。相反相同，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啊，注意，是吧？这种推用千万不要这样，一定要把捧起来，你俩肘捧起来，啊，防止他啊进攻我中间，嗯，然后再扭膝上，啊，这是抱腿推山，啊，这合一下，啊，合一下呢，这合的时候大家注意，还有这合的时候这一个肘又一个肘，啊，这个肘这枪比较多，因为陈太泉这边的特别强这个。肘和膝的运用，两个重武器，啊，这是合肘也可以击他，然后手再按，啊，下边脚蹬，抱头推山完了以后接三换掌，这第二个三换掌，啊，跟第一个三换掌有所不同，啊，第一个三换掌呢是根部，啊，这个呢是定部，功能部，啊，推出去。这个抱头完了以后，接着有三换掌，就是刚才讲了，对方按我两个臂，我推下来肯定按我两个肘两个，啊，还是那个道理，他这边劲儿大，这边引进，这个引这个进，啊，这个引这个进，哎，他抓这个手好，我就在这个引这个进，对，这样，这是反拿，过来以后呢，又是走肘走手。就是前面这两个劲跟前面上边的劲
一样，那就下盘是宫灯部，胸腰是旋转，大家注意这个旋转，啊，完了以后呢，下边呢就第三个动作呢跟上面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引进，一个发进，完了以后啊，这个走了以后，第一，二双出来，就下边这个动作，他推这个力量很大，我就往前引，啊，往前腹前前，啊，引了以后，我这边引他放松，他这个手失去旁劲的时候，我合他以后，从这儿，我这手从这儿过来以后，打他反关节，啊，就这个动作呢，比第一个三环掌就多一个动作，啊，然后呢，下边呢就走六横四臂，走又走一个鱼，下边踢膝蹬，啊，这个走一二，啊，完了沉下来以后打出去。走驴，啊，接六横四臂，啊，接六横四臂，再接单边，啊，这个跟前面的一样，不再讲了，啊，下边呢前招后招，啊，前招后招的这个式子呢是，啊，左右前三个方向，啊，对付。一个人的话，就是从右侧来的力量，从左侧来的力量，从前方来的力量，啊，或者对付三个人，右边一个人，左边一个人，前面一个人，所以一个折叠三次，啊，这个左右前折叠，单边，这边有人，右后右边有人情况，推我这手，啊，我先又是先踏，再捧。再引啊，再引过他这个就好了，啊，引进来，啊，就是先捧啊，就是推力，这不是就完了以后，这个从单边开始啊，单边先沉捧，啊，引过来，啊，引过来，然后呢，引过来以后，趁他不得劲的时候往回打，啊，往回打，开右脚，啊，就往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发他。往这个方向发的根部，啊，就是，啊，打过来以后，这个打，往右前方，啊，加大这个膨劲，啊，这是这个前招，完了以后呢，这边有情况，啊，这边有情况的话呢，啊，这边从这边进攻的话，就又是一个先加大这个膨劲，啊，上边引，下边进。下边这个脚也紧，还是没抬。下边这个脚也紧，大家注意这个地方，进这个脚要套它，套它的脚尖呢要往扣一下，啊，就是走完这个劲以后，啊，加大这个膨劲，撤这个步的时候，这个脚往里扣一点，往里扣的目的就是合住他这条腿，往这一引，他来不来？啊，他不来有往后撤的意思，这个脚呢下边绊他。这儿，啊，就是前招往这儿打，然后呢再往这个打，啊，这个脚呢是绊他，这个脚前面可以踢他，啊，这个脚后这个脚站过来，这不对付右前方，对付左前方，然后最后呢对付正前方，啊，就说俩人，比如说俩人交手，啊，先往这儿走，推不动，劲很大。啊，劲很大，然后呢，往这走，走这个劲，往左前方走，啊，这边走不了，这边也走不了，然后正前方，啊，所以这个前招后招呢，啊，就是，啊，一波三折，啊，对付右前方、左前方、正前方，啊，所以把大家把这个劲搞清楚，啊，先捧引过来以后，眼看右，啊，开右脚根部。往左打，啊，然后呢，上面压横劲，下边撤，扣脚扣，啊，然后正着打，啊，再擦掌根，再往前打，往前打，大家注意，啊，注意这个进点这个变化，往前打的时候，脚掌吃力，重心略偏前一点，往这个俩掌根，上中下的右膝，右脚。一条垂直线，
啊，就正好呢，不论它哪一侧，侧面也好，正面也好，正好都在它身上。所以这三点呢，这三个立点，右掌根、左掌根、右膝，一个立点，而且发劲的一瞬间，重心偏前，但是要赶紧坐回来，赶紧坐回来，啊，迅速的发了这个劲以后，迅速的把重心再倒回来，放松再倒回来。避免呢，你劲都往前去，病房把你扯回去，啊，这是这个前招后招，啊，一破三折，对付右前方、左前方、正前方，啊，对付一个人可以，三个人可以，啊，就是这个这前招后招这个劲道。下边呢，我再讲一下这个野马分鬃。完了以后，啊，这完了以后，啊，就是后招完了以后，左手上捧，右手下沉，啊，就是他这个手过来接这个，啊，这个手下沉，啊，这个手呢，下沉的时候提膝，啊，提膝，啊，他如果这个脚在前面的话，是插裆，是吧？或者套，或者，啊，或者插或者套，这都可以，啊，套的话就准备扣膝。这个呢挑上来，挑上来要注意这个地方，要开胸，要开左胸，开左胸的目的正好打他反关节，打他这个反关节，这个时候引进，这个时候先啊咧往外这叫咧啊，再往挑啊，再挑啊，这几个劲咋走？插挑咧啊，或者先咧挑都可以，这俩地方呢倒交替运用啊。要这个上棚，这个下沉，啊，低的话可以插裆，插腋下都可以。过来以后呢，这个插下来以后，啊，先啊挑往上走，啊，咧这俩劲都走出来，咧着往外咧，挑着往上，啊，咧挑挑咧都可以，啊，下边这个膝往里扣，右膝往里扣。啊，下扣上翻，啊，这儿呢，大家注意，开左胸，开左胸可以走这个靠，可以走这个靠，他如果劲儿偏前的话，往这儿靠，往前靠，啊，下边呢是扣右膝，咧右臂，啊，沉左手，啊，走这样子，所以这个立点呢，你走一个点嘛，我跟你说一下，哎，走右，还是右，大家把这个劲力结构搞清楚，啊。劲结构呢，就是刚说这个弓，这个膝盖，啊，要往里合一点，往里合一点，正好这个膝盖呢是半它。这个呢是弓蹬步，弓蹬步大家注意搞这个力量呢，这儿一定要放松，膝盖往里卷，大小腿往上撑，脚往里扣，这脚再往里扣，脚跟里侧的力量跟右手的力量节节贯穿。腰胯松下来，是吧？开左胸，踏左掌，挑右掌，挑咧，是吧？往外围咧，往上围挑，啊，挑咧，啊，所以这个左手和，不是右手和右膝相合，左掌根和左膝相合，啊，裆部撑圆，膝盖呢略往里合，但是不要往下跪，要往上撑，啊，这个腿撑起来，这儿呢踏下去。啊，这儿要，啊，这个所谓腹股沟要沉下去，大小腿撑起来，略微往里卷，膝盖呢往里扣，膝盖往这个脚尖往里扣，啊，脚尖往里扣，膝盖往里合，啊，形成这样一个力量，啊，肘膝相合，啊，小腿垂直，啊，这功能不大家搞清楚，小腿要垂直，尽量垂直，垂直支撑力量。那个这是支啊，这是个支撑点，这个是使力点，再往上撑，开始往上撑，啊，这个大腿往上撑着，啊，这样，啊，这撑圆它，哎，所以大家把这个你把从左右一样啊，这过来以后再走左右吧，一样，啊，进到一样，就是大家把这个劲力的结构搞清楚，从梢节到根节，啊，是不是？
这个脚跟的力量跟这个手上是不是一回事，是不是一个劲走过来的啊？就刚才那个前面说那个三会长也是一样啊，上边走着，那这里这个劲是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让他搞得一致。这野马红也是这样啊，前朝后朝一下，手眼身法步啊同步共振，就体现太极那个整体劲啊，从梢节到根节，根节到梢节啊，上中下前后左右八面支撑，把这个力量形成一个整体力量啊。虽然很小，好像就是我手挑它不就连着了吗？不行，这个力量一定全身都得配合上啊。这个夜马分钟呢，大家注意把这个劲力结构搞清楚。下面呢，我们把这个野马分钟最后一个动作啊，最后两个动作啊，就是接这个大六方自闭前面这个野马分钟完了以后啊，接大六方自闭先往前蓬，走一个捋，走一个右捋左发啊，就蓬了以后接对方来力，捋过来下沉，再发一横劲，把一个这一个往左前的一个啊，这个发劲啊，就对方捋过来了，下沉了，往送出去，然后呢再接大腿，发这个劲以后，这个手呢到中线，这个手到这儿，啊，一吸啊上面捋啊，然后再开合蹬出去，推掌啊接单边啊又一个单边。提膝的时候用肘膝合一下，再逢开必合，合好又再开，穿掌坐腕，这不也丢啊？大家注意一个单面啊，穿掌坐腕，捧肘裂掌，放松下沉无起啊。这个单面完了以后呢，下边呢是接双阵脚啊，对付右边单面完了以后啊，跟这个单边接第二金刚倒地的动作，前面动作一样，踏掌根，记着这个踏掌根，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拳呢泛指手转关的时候一定先踏掌根啊，不论从左到右啊，顺边逆边顺，左边右，右边左，或上边下，一定要先踏掌根啊，这不单边吗，勾手踏掌根啊，踏掌根左蓬，再变往左蓬啊，右捋下按左发，现在后边有情况，又是踏掌根扣左脚，这个手走上弧过来，扣就是这边有情况啊，这边有情况啊，你打过一个右手来，就是反过来以后接着这个手下边的脚绊他，这儿合他过来以后呢，这个脚绊是吧，这个手呢啊合，这样合他，这个手呢扣着抖啊，这双阵脚的第一个动作啊，然后呢就是他合他以后，他往下沉呢，我就跟着他往下沉啊，我手就往上按，你再伸出来按下去是吧，肯定他不再往下沉，他又往上不得劲了，他又往上呢我又往上拖他拖他一定程度以后，连提膝再拖，他不得劲了，那就往下拍。这个双阵脚呢，实际上是上下折叠，一波三折，前招后招呢是右左前，这个呢过来以后合他以后，先往下按，啊，松腰松胯往下按，啊，踏腰松胯还按。按他不得劲，刚才讲，按他不得劲，他往上拱，拱着往上，就往上拖他，啊，腾起腾空往上拖他，用力往上拖他，啊，拖他他又不得劲了，他往下沉，接着又顺他，因为泰拳的强调就是顺势接力，迎敌变化是神奇，随着他的劲儿的变化，你往下我比你还能沉得更低，所以练低架的好处是这样的，对方低了我也能低。如果不练低架子，光练人家低了，您只好弯腰，这样的话往下按他，
是吧？按他不得劲了，反过掌来变顺拳，就拖他，拖着下面夹膝盖，然后他又往下拖着不得劲往下翻过来就往下拍他。这个狮子呢，就是上下啊折叠三次啊，就说是一破三折啊。前折好招呢，是左右前，这个是下上下啊，这个双正脚。这个双正脚呢，当落脚的时候呢，俩脚同时落也可以啊，左脚先落，右脚后落也可以啊，因为主要是重心在后偏后啊。这是双正脚，双正脚往外就是穿梭啊，穿梭这个动作呢啊，我再把它这个劲道啊劲力变化再说一下。按下来以后啊，这个拍了按了以后，对方呢俩手向我这进攻，向我胸部进攻啊，我呢从外边蓬开蓬啊蓬开它，蓬开它再合住它啊，合住它，合着看他这肯定力量还往我进攻，就是看哪个力量大啊。如果他这边推的我力量大，好，我这个手就引进来，这个手就推出去啊，就是脱离后啊，这个对方呢是从外环抓我也可以啊，我翻过来这对他也可以，是吧？他从里边我这样翻也可以啊，他啊，首先先蓬开以后，就是这样先蓬啊，蓬开以后再合他，两手合他啊，合着往上拖他，拖到他这边的力量大，我就这引他，这引他，这进，就这里这都可以，下不起提膝啊，这啊，就是拖起来以后，左手食指贴着肩窝这儿，把肘捧起来啊，不要瘪了啊，肘捧起来，这个肘捧起来啊，都是横掌啊，这个咧劲，前后的咧劲，就是这个手也可以，这个手也可以，是吧？裂开以后，他肯定赶紧光出来接我这个手，接我这个手，这个手回来，是吧？我这个手就推出去啊，就是完了以后，这个拖起来以后按下来以后，是吧？蓬一下，合住它，啊，往上手往上拖，再裂开，啊，裂开这个试试，给他这个掌，他一弹我这个掌回来，啊，这个脚蹬出去，这个掌出去，啊，就这个回来，这个蹬出去，看到吧？这个脚蹬，这个掌出去，啊，这个出去，肯定他赶紧接我这个手，啊，接我这个手，好，啊，我这个手回来，再。这个穿出去啊，这里就可以再穿出去，就是两个横掌啊，一个穿掌，要把它搞清楚啊，裂掌横胸往左转啊，胸尽量往左转啊，合在这儿，胸往左转的目的为了更加大以后推的这个力量啊，这个推出去啊，胸往左转，收回来的时候，这个收回来，这个脚蹬出去啊，一引两进就是。右手引进来，右脚蹬出去，左掌推出去，啊，就开右胸，然后他一弹我左掌，啊，他弹我左掌，就下步踢左膝，穿右掌，上去，啊，又一个左引，啊，下上下，啊，右手左腿进，左手下去，啊，然后他抓住弹我这个手，抓住这个手，我可以反弹他，他也可以弹我，啊，然后呢，我走。下边都走不走，跨按着跨，这完了以后呢，这摔过来，啊，这摔过来，啊，就是大家看，啊，裂开以后，啊，上这个我推这个掌，这个力量在指尖啊，穿这个掌上这个，踏这个掌根，裂这个掌，肘肩肘手这把它裂回来，啊，这手还踏着这儿，这穿梭跳跃的动作呢，或者快，啊。这个一个是刚才说对付一个人，几个人包围我了，冲出去，也是用这个力量，啊，提拖起来以后，啪，唰，唰，再过来，再扫过来，啊，这个穿梭呢，就是对付一个人呢，刚才那交手，对付多人的话，肩靠肘，手推，脚蹬，啊，跨，啊，全身配合上，冲出去。这是
穿梭，啊，穿梭完了几个重复动作，穿梭完了以后，接俩扎衣，跟前面一样，啊，哎，眼看右，下风筋扣左脚，俩脚一定老是保持平行，来来，接六风四臂，接六风四臂。接单边，靠，扣脚，穿掌对肘坐腕，走肘手，下踏，这里的时候力点在大于底掌根，最后下踏的时候力点在小，啊，掌根的外缘，下踏，啊，形成半圆，勾手碰圆。这个单边呢，下面是接。第二趟云手，啊，跟完全前面的完全一样，啊，我就啊不再讲了。下面云手呢，第二趟云手后边呢接这个，啊，摆脚，跌叉，啊，然后呢是接啊金鸡独立，啊，把这三个式子我给大家再，它这个劲力的变化再说一下。走到云手最后一个动作。啊，最后一个动作，前面有情况，接对前面的来力，根部膨胀，啊，然后接他的手以后，上捋下蹬，啊啊，对，就是啊，我运手完了以后，就是来力，我先根部膨胀，然后接他这个力呢，走上捋，下边那个脚呢。走，蹬，啊，啊，套是吧？蹬套是根据情况了是吧？哎，走一个上捋，然后呢就走下捋，还继续捋他，啊，继续捋他，啊，捋他不来往回撤的时候，我可以走一个剪刀进，就是走所谓双尾连，啊，这时候捋，啊，捋的这个程度有蹬脚的时候手继续往这捋，啊，然后。重心移左，啊，这个脚呢提起来以后往后边走，啊，对方的后右侧的后边，上面继续捋，这个就是不要脚过来，手也跟着过来，不要，啊，这个脚过来，手继续往后撑，这个双摆莲呢，继续往后撑，脚呢往前踢，手呢继续往后，这个脚呢可以到这儿来，啊。脚踢在这儿，从悄悄从这儿过来，啊，手呢继续往这儿抻，然后呢脚呢，当然用的时候，下边也可以，上边也可以，是吧？是往外摆，摆脚，啊，摆脚叠叉嘛，上面是摆，这呢手是合，啊，脚往这儿摆，手往这儿合正好，所以大脚，双摆脚，用的时候就是，脚往这儿往这边走，啊。靠近，怪，脚呢往这儿走，啊，手呢往这儿叠，手往这儿叠它，所以这样的话呢，正好这样一个，啊，所以呢，走的时候注意这个东西，就是有很多人一提手跟着过来，这不对，啊，手往前，啊，脚手继续往后撑，加大这个剪刀的开着度数，然后呢，从剪刀这儿嘛，脚往这儿。手往这儿打，正好是个剪刀劲，啊，所以这个双摆莲呢，基本上这样一个动作，啊，就是对方，啊，按着准备要，啊，劲儿对不接得进手，我这悄悄从这儿过来，手呢往这边打，脚呢往这儿跌，而且同时，啊，同时，就是双摆莲，啊，练这个劲儿，当然用的时候，刚才我讲了。啊，不一定呢，非得是啊，打他去，就是这里的这里的，办到这儿也可以，这儿办这儿打也可以，也可以，啊啊，但是练的时候呢，尽量练高一点，啊，让它难度大一点，啊，锻炼这个功能呢更高一点。这是这个也叫双摆莲，也叫摆脚，也叫摆脚啊，也叫摆莲。双摆脚，双摆脚，用俩手打，啊，俩手往这叠，
是单板的一个手，下面呢就是跌叉，啊，打了以后，打了对方这个虽然这个人有这边有情况，啊，这边有人进攻，左边，啊，我打了以后呢，这不敢打了，这边有进攻，就他碰我这个，啊，推我这个手，啊，这打了以后，啊，他推我这个手，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引进来，又是这个拳都是总是一引一进。化打结合，啊，就泰拳特点不是说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脚，也不是这样，都是借对方的力量，一边借一边化一边进，化打合一，啊，他推我这个掌，这个合引进来，这个打进去，所以这个呢是这么个交叉劲儿，有的人打个拳就这么一合，这个劲儿就没有了，这里边这个劲力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呢要走上弧引进来，这个走下弧打进去，下边提。膝盖，啊，这膝盖这个本来原来打了没落，啊，合着得加大这个膝的，啊，挑他的胸部裆部，啊，这个合，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就再一个呢就注意，这合的时候，这边一定要下沉，啊，这合胯下沉，松胯，啊，这合好以后，啊，这腹合好以后，啊，这合就这样松胯，啊，对方呢，啊，抓我抓得很死。啊，我想解开它，啊，而且呢，对方这按的力量呢，是对按的力量相当大，往下按我的力量很大，我撑不住，啊，因为任何事情你不可能，啊，处处都占优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方往下按我不得已就不得已的情况下，啊，在背势当中，我怎么主动，我怎么取优势，啊，我怎么的败中取胜，啊。你不是往下压我吗？我就往下沉，啊，沉的，一边沉，一边呢加大跌进，一边呢，我这个脚落下去以后呢，我脚蹬它的下盘，啊，上面呢加大跌进，啊，上面加大跌进，下面蹬它，啊，下面蹬它，啊，它往下沉，沉不能再沉了，往下走了，我就跌下去，啊，就跌下去，这个打它，裆部、腹部，啊，这脚呢可以蹬它。啊，蹬他踩，蹬他当蹬的蹬他腿，都可以。那这个脚跟呢？啊，夹到这正经上，蹬他腿也可以。这打他下盘，啊，这个撑起来，啊，哎，这跌上这个拳呢？啊，要求是绕在膝盖里侧，这个在右太阳穴右前方，这个脚跟的里侧和这个脚跟的里侧，啊，前后蹬，啊，撑把这个裆呢撑起来，啊，这个拳呢冲上去。这个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拳冲上去以后，不是光冲拳就完了，还有肘，啊，就是先给这个拳，还有肘，啊，不要丢这个劲儿，啊，很多人稀里糊涂就上来了，不行，啊，下去以后先冲拳，开脚，冲拳，这个拳上升，这个下沉，拳心相对，开中有合，拳心相对，啊，然后呢，走肘，啊，底勾腕，走肘。给这个肘，啊，然后再根部，准备用这个拳。先根部啊，这个脚不要上前面去，跟过来准备用这个拳。他扛我这个拳，我这个拳准备引进来，又是一个引一进，这个下沉，然后拖他这个，加他这个，啊，往上拖他，啊，拖单拖的胳膊也可以，拖的下颚也可以，一个拖一个提膝，这个提膝上拖的时候。这边又是下沉，啊，不要都站起来，站起来就飘了，啊，有上无下，就咱们强调的逢上必下，有往上走的劲儿一定往下，这泰拳就是这样，老是阴阳对称，阴阳相济，阴阳相应，啊，有上就有下，掌根的里侧，不掌根的大于里边往上拖，力量在这儿，不要这样，他们就走个这他不对，啊，他正好是往上拖他。啊，拖他，啊，下边压膝，啊，这个手下踩，踩这个手，踩这个手都可以，啊，一个下踩，一个上拖，啊，这边的胯，左胯下沉，啊，额上略偏点右，啊，指尖向左，掌心向上，这个呢，肘也碰下，别这样子，啊，还是碰圆的，这个碰劲大家注意，什么时候不要丢了，啊，周身裆老撑圆。两臂成员都加了捧紧，
啊，不要别，啊，地方王托他完，臣也跟着他，还是我那个道理，刚才说那个道理就是随趋就身，啊，因敌变化，随着他完臣，我也完臣，啊，臣的一声他不臣，我再叠他一次，叠他一次，最后拍他一次，啊，又是上下折叠，往下按，叠再下来，下一步这边有情况，这边有人推我。啊，这边有，嗯，那就刚队伍的前面，右边有情况，啊，好，那我走一个呢，就是右驴，啊，走一个右驴呢，左蹬，下边蹬，啊，下来以后从右驴左蹬，啊，右驴左蹬，套它也可以，蹬它也可以，啊，这是队伍右边，如果这边左边有情况，啊，那我们下这个走了右驴以后，走一个左下驴，哎，又走一个下驴。上驴下驴乱来乱来的，这个走上驴，这个走刚才这个走上驴，这个走下驴，啊下驴驴过来，有的他不往上的又是，啊根部又拖这个掌，拖这个肘也可以，拖在这个额也可以，再走左筋独立，左右交替怎么练习啊？练习这个踢左膝，沉啊沉右胯，这肘也碰圆的。这是进行独立，进独立完了以后呢，接下边11个重复式子，啊，就完了以后这地方一定合以前加捧紧，托起来以后不要直接这么合，接倒脚弓，啊，托起来以后先开，啊，又是愈合先开，就全都是这样的，啊，老是折叠进，准备要合先开，再合好以后再撤，啊。